本集由全台猫脚印店家香港 Press Club 以及马来西亚盖亚卡店赞助播出。Hello， 大家好，我是芒果。今天来介绍一幅智慧星脱壳忍者以及闪电斑马的这个邪恶牌组哈。那这副牌的获胜方式比较特殊，就是让对手抽光了哈。所以说这副牌可能会打很久就是了。好，那再来看到我们这个百变怪，它可以进化成任何一阶的宝可梦，那就是进化成谁呢？进化成我们的脱壳忍者以及这个闪电斑马啦。好，那看到智慧星，它的第一张哈，直接从墓地拿三张卡片放到你牌组的最下方哈。那你可以自己排顺序。那放到下方的话呢，就是把我们的资源捡回去没有问题。那接下来看到我们这个怪力的话，它是可以防止自己后排宝可梦被对手受到所有的伤害，例如呢，所有的放伤害指示物啦，所有的攻击招式全部通通无效，只要有任何有伤害的招式，通通都没有效，包括效果，包括那什么其他蒂娜都不行放，都不能。所以说你看，我只要后排保住的话，基本上前排对方一直杀我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怎么，我们有脱壳忍者，脱壳忍者特性是当作装备卡，然后直接装备在我们这个智慧星身上，那对方打死我的话不能抽奖励卡，不能抽奖励卡，这样的话一直来来回回，一直无限循环，然后对方打到最后就会爆炸啦，这样懂吗？好，那再来就是看到我们这个闪电斑马，把手牌全部丢光，然后重新抽四张。那所以你看，我的智慧星如果捡三张回去，捡重要的资源回去之后呢，我的闪电斑马开特性啦，那开特性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场上所有东西再做出来一遍，完全没有问题。好，那为了这副牌非常非常需要加速绿牌，把牌绿到见底，一定要见底，见底才是我们的 combo 开始，这样懂吗？需要用力的玉牌，绿牌的话想到的东西就是脚踏车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再来就是这个 Great Ball， 翻牌组上面七张牌，有任何的怪兽的话直接拿到手上，这个没问题。再来巢穴球四张，这副牌也非常非常的吃铺场，好，所以说我们放了十二颗球应该是够放的了，好不好？应该了，够了。好，两张单价就是怕一开始如果真的丢掉或者是进化不出来，就把它丢了吧。丢掉之后后面还可以把它捡回来，没有问题的。加上你看一下，如果我们的智慧星需要用到我们的捡怪物的话，或是其他人物卡的话，你可以直接用单价捡单价，然后单价再洗回去，再开第二只斑马把它拿到手上。好，等一下会讲，等一下会讲解释到。再来这个钢三的话非常非常的酷，怎么讲呢？因为你看智慧星要怎么样，它需要第一招攻击招式嘛，对不对？那它需要一颗能量，要怎么来，怎么来就是用钢三捡回来嘛，对，捡我们的钢能量回来，捡回来之后呢就可以无限使用第一招啦。然后再来哥哥哈，就是怕我们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卡在奖励卡，例如看一下哈，如果现在看起来的话，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钢三非常的重要，还有这个钢能量也蛮重要的，好不好？那钢能量蛮重要的话，就是如果捡回来的话，就可以无限让我们的智慧星来使用第一招，这样懂吗？好，再来看到我们这个北上南下的话，它有两个效果哈，第一个效果是看牌组上面一张牌，你可以自己决定说你要发动哪一个效果。那如果你看那一张牌是你喜欢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手牌全部丢掉，重新抽上面五张牌。那或者是说你上面那张牌不喜欢的话呢，直接一样手牌全部丢掉，抽下面五张牌。那这个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啦，我觉得没什么差啦，好不好？就是看你第一张要不要而已。来，那放两张放四张这个莉莉安也是为了补充手牌齁。好，再来看到这个放一个火星，抽两张牌怎么样？然后丢掉对手一张手牌，随机丢。那如果丢掉对方重要的资源就是赚，尤其是骨之马，这副牌非常非常的怕骨之马，所以要怎么样耗到对手的骨之马用完，这才是我们的精髓，这样懂吗？好，再来放了两张这个什么东西，这个就是我们的骷髅女，骷髅女丢掉两张手牌，然后可以拆掉对手场上一颗能量。那知道怎么用呢？来，各位，钢三有没有捡回两颗？捡回两颗怎么样？直接用骷髅女丢掉嘛。丢掉之后呢，我们的 combo 继续做，只要把对方的能量丢光光，对方没办法攻击我，基本上他就只能一直抽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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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没有能量要丢的时候，我们就使用火星开始丢手牌，有没有发现就是一个无限 combo 啦。好，那这牌也非常非常吃铺场嘛，所以我讲过了，我们放了四张这个空木博士，为了就是把什么放出来，朝这个百变怪，土居忍者，还有我们的小斑马都可以全部放出来，这个铺场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放很多。好，那刚能量三张应该是够用了，如果那么虽小的话，只有一张在场，在奖励的话，在牌组的话，那你就使用哥哥把另外一张拿出来吧，好吧？基本上都要拿两张比较好，稳一点点啦，好不好？那三张当然最好的，因为一张要贴前面嘛，那两张可能就给我们的这个骷髅女开哈，骷髅女开。OK， 好，那大概就这样子。那基本上我来讲一下这副牌的套路好了，第一优先铺场，第二把牌组压光，第三呢，你场上分配的宝可梦就非常非常重要了。例如呢，
首先，如果对方是扑上的话，我们这只就一定要做出来。如果不是扑上的话呢，基本上把它丢掉墓地吧，好不好？丢掉，把它丢了吧。那再来，我们这个星星一定基本上都是在前面，好，都在前面，因为刚才捡回来嘛，捡回来。那如果被对手杀掉怎么样？被对手杀掉的话，派谁上去？派我们的土居忍者上去。那下回合直接进化成我们的托克忍者，然后后排再放一只星星出来。放完星星之后呢，直接来变身哦，变身装备卡贴在我们的星星身上。有没有发现？好，贴星上，星星又跑到前面去啦。跑前面去之后呢，我们后排怎么样？再做两只土居忍者哈，请保持两只土居，一定要保持，一定要拜托，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两只土居忍者，那斑马呢也要两只，好不好？尽量就是两只，两只啊，二。好，如果铺上的话就一，这样懂吗？那如果没有铺上的话，那就是二，好不好？就这样子，非常简单，就是这样子啦。好，基本上就是二，这两个是一定要二以上哦，以上。那星星不需要一定要场上，因为你死掉之后呢，你可以来变身，变身在那时候要变身之前再把我们星星叫出来就可以了，好吧？那这牌就是非常稀有的喷牌的一个战马星星牌哈。OK， 我马上来测试看看吧。那其实这牌我其实煮好很久了，只是一直改不到那种喜欢的样子了。现在终于改好了，好吧，就来拍吧。很邪恶啊，不要学啊，很讨厌啊。来吧，狼嘞，等一下下杯，喝个芒果冰沙。电龙超，我跟你讲。不管是谁都没什么差啦，我觉得电龙超感觉就是那个龙奈啊，对不对？龙奈的话可能就要做那个了，想一下怎么做。现在不管他什么差牌没有什么差，反正我玩我的。哎呦，电龙超，电龙超啊，疯狗皮杰是不是？然后有加那个什么东西，应该是哦。那我的豪力要做了，豪力要做。对啦，应该是。好，豪力要做了，抽两张。好，丢电能量 ，OK， 再来一张。土居 ，OK， 再来一张，莉莉爱哦，好，先用莉莉爱没关系，好，换你，因为下回基本上我们全部都可以做出来了，然后再来就是要进化了，好不好？那他等下应该就直接养一只就开始。一直电，疯狂的电，是不是这样讲？我的腕力在不在啊？那这个等一下火星可能要拿回来吼，可是我现在没有能量吼，等一下滤一下能量吧。那这豪力一定要赶快做出来，好不好？优先做出来。好，喷三张。他喷到什么没有什么差啦，我觉得。反正他就是一直打我，然后我就是无限轮回哈，无限 loop 这样子。好，开始了，我们的无限轮回开始了。因为怕他有皮卡杰克啊，皮卡杰克打后排双杀的话太伤了，好，有没有发现？好，先抽满六张，要先要拼能量，好吧，先要拼能量。好，那现在的话，我看看一下，钢三可以先下，没刚忘记下，没关系啊，好，下面没什么差了，因为对方好像也没有很顺啊。那这些的话，拿这个，我们先确认一下牌组好了，好不好？先拿这个可以啊，刚刚这个好像没有下的，那不要拿，看一下哦、喔，那就直接丢吧，再抽四张，来个能量吧，我需要能量啊，没有能量，搞什么东西啊？其实现在太早贴了，我觉得现在有点太早贴了。好了，不过没什么关系啦，算了。
我觉得现在太早贴了，不应该那么早贴，因为智障的杀其实没什么差，我能量都滤不出来，那内。好，他贴手贴科再加能量转移就可以杀掉我了，但杀掉我是没有奖励卡的。那等一下我们要推这出去好不好？推这出去下回合怎么样？要一定要用，一定要进化，进化加上我们的这个土居一定要再出来一只，好不好？你看能量转移果然被芒果猜到了。好，这些都在我们的计划之中，不用担心，好，不用担心。好，竹篮，等一下我们先开这个好不好？我们先开北上南下，好，杀吧。这场可能会打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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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之久。反正我们有六只可以死，没关系啦。来，赶快用力压牌！我们现在用力压牌。好，先进化。那这个用不到，因为我们有铺场成功嘛，对不对？来，先看一下，牌组第一张是高级球。好，那我要抽上面五张。好，我想一下，高级球的话，想一下放什么回去？来，土居脱壳加星星，好不好？土居脱壳加星星。土居脱壳加星星 ，OK。然后怎么样？再把我们的这个抓出来，星星抓出来，星星剩一只哦。现在要怎么样？直接哈，来，给你进化，然后来直接抽四张，有能量了，终于了。来翻一下，我要那个脱壳，对啦，我要土居啦，土居马上做出来好不好？马上做出来，再丢，好，那现在基本上应该就这样子吧，好不好？好，特性贴在他身上，好，换他出去。好，现在拿的话，我看一下哈，我们的脱壳少一张，对不对？那我觉得我等一下拿可以拿单价，单价以及我看一下星星也拿一次回去好了，没关系。星星单价和我看一下星单价好像这两张应该差不多了吧？好不好？星星单价，我们再拿一次回来。我有 plan， 因为他知道了，他知道 GG 了。好，来，我的星星，我的单价，我单价呢？这里单价加什么东西啊？其实没有什么差，现在没什么差了，我觉得。好，我们拿这个好了，丢手牌的，好吧？可是我的钢能量是不够，我应该拿哥哥的，对不起，我应该拿哥哥的，我搞错了，我要拿哥哥才对，我应该拿哥哥的。你看，刚北上南下也有噱头。你看我放回去之后，如果等一下抽到北上南下的话，我代表说我可以直接拿下面那五张牌哈，代表说我刚刚星星的前面三张牌就拿得到了，放到下面的三张牌就可以拿到了。有没有发现很酷，对不对？超酷的。好，那基本上我已经这样子了，应该就 GG 了啦。我不知道他要怎么赢啦，因为我什么都做出来了，我什么都做出来了。那他杀我这只的话，基本上那我就赶快再做另外一只，好不好？只能再做另外一只了。好，就直接130吧。哇，其实我都没有看我牌组什么齁，因为我都很多都放四张，基本上不太可能卡啦。好，来，拿个星星吧。这只好，这只要。这只要，这只不用啦，因为我要放星星啦，靠腰搞错了。好啦，先丢吧，反正要把手牌耗领，把手牌弄到光，一定要把手牌弄光，好不好？来，能量捡回来。好，
你知道输了哈。那再来的话，脚踏车先开没关系。哦，有这个也太棒了。那这个的话就这样子吧。再丢抽两，然后他这个的话，因为他没手牌，没办法丢嘛，对不对？再丢。好了，我的 loop 完成了。他下回一定会杀我，对不对？他一定会杀我的情况下来，各位看一下，下回一定会杀我。所以说怎么样，我一定要在一只怎么样，一定要在一只托克忍者以及我们的这个土巨忍者，还有我们的星星。所以说我一定要三张，有没有三张？一定要那个单价一定要一张。再来呢，再来我的那哥哥拿一张，因为我的能量有一张在奖励卡，所以我一定要拿哥哥，好不好？哥哥一定要拿。再来的话就是我们拿这个火星，好不好？火星可以丢手牌，如果他手牌用不到的话就可以用了，好不好？那就这样子吧。那现在比较尴尬就是怕说齁，等一下我没有，如果没有能量，他如果压我场地的话，我能量回不来，所以我觉得这个火星先不要用，不急，好不好？我们先拿能量，好不好？先这样子，好，先这样就好了。哎，哥哥手上有了，我没注意看啊。好了，没关系啦，因为基本上 GG 啦。对不对？基本上 GG 啦。好，再130。等一下，你没有手牌给我用哦，好尴尬哦。那我就只好用那个咯，用别的咯。我想一下，来拍上去。好，怎么样？把它洗回去。来，各位。哎，这个这三个洗回去齁，洗回去怎么样？直接开。我们先开哥哥好了，好，先开哥哥。哎，我的骷髅女好像需要，哎，骷髅女高级球。好，骷髅女先拿好了，因为骷髅女还蛮重要的，我觉得骷髅女蛮重要的。好，然后直接怎么样？先把她叫出来。来丢光，好贴，好变身给他，好拍上去，然后给他能量拿回来没关系，怕等一下没能量拿齁。再来拿哥哥，啊，哥哥在手上了。那哥哥不用了，来再拿什么？拿那个单价一定要，好不好？单价一定要。再来的话，可能就是我们拿骷髅女，好不好？骷髅女，再来另外一个随便拿。另外一个的话，我想一下哈，也再拿一张单价好了，好不好？不然我不知道我干嘛、啊。拿这个，等一下会开哥哥嘛？这个先不用了。那这个的话，我们先拿这个吧，好不好？我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拿什么啊。等一下我们把能量拿回来，好不好？哎咻，对方没招啦，你就一直打就对了。各位，好不好？我已经完成我的招数了，就这样子，好不好？就这样子而已。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可能抽个古兹玛，然后一直杀我吧，然后就是一直杀我后排吧。他杀我后排，我就做另外一只哈，所以说应该是杀不完的啦，杀不完啦，应该杀不完。好了，单价回去，好，老动作，我怕我哪一个环节做错就 GG 了，是不是？一、二、三，一样是三张。先洗回去嘛，我想一下哦。对了，应该先洗回去没错啦。然后呢？怎么样？哥哥，能量，哥哥，我看一下，哥哥要拿什么？我看一下哦。哥哥再拿一张能量，好不好？因为等一下我们可能要开始用骷髅女，好不好？骷髅女，好了，应该这样子可以够了吧？场地少一张，是不是？场地少一张哦。好，先丢。两张哥哥都用掉了哦。好，再来，这个给他，这个给他。然后能量拿回来，好，给他。那现在这情况齁，用掉没有关系啦，我觉得用掉没有关系。OK， 各位，好啦，我觉得应该是。没事做了，我觉得我没事做了，我真的觉得没事做了，我不知道我干嘛。能量一定要留着哈，一定要再留几张哈，我觉得一定要留。那现在这情况，
来单价一定要的嘛，对，再来一个可能就 女的吧，好吧，就这样子吧。OK， 好了，我们的最终布局完成了，就这样子吧。其实后面要再一只这个，你知道吗？应该要再一只的。要再一只的话，它就不会像吹风机加双杀，有没有？那就很尴尬，那就换我们尴尬了。所以我觉得放两只土具比较好。好了，没关系啦，那就等一下我们放两只土具看看，好不好？基本上是两只土具比较好，因为就是怕吹风机跟双杀啦，就这样子啦。好，先进化。我看一下哦，还有一张哦，可以拿一张是不是？我看一下哦。来猜你一颗能量，然后怎么样？抽。哎，想一下哦。哦，这回好像尴尬，还是这次让他杀，这次让他杀好了，好不好？他一张奖金还没拿到哎，他好衰哦。哇，他的机会来了，我刚搞错了，我刚做错一步，你们看到？好，没关系啦。好，一样上去啦。这场我们拿能量单价，好不好？单价，能量。他因为怕把我杀掉的话，等一下我可能会派战马上去送死哦。先开这个。等一下我下不来耶，尴尬。有能量吗？他会撤退吧？杀不掉我就我哎，真的有能量！你看脑袋已经放空了，竹篮好，那等一下这战马可能就给他杀了吧？我觉得应该就给他杀了吧。宝藏哦，他宝藏是为了丢能量加抓裂空啦，可裂空已经出来了齁，所以没什么差。欸，我觉得这回来是不是可以放个康德枪啊，康德枪可以抓罚站呢，是不是这样讲？好像不错欸。但他等一下可能用骨之马齁，他知道现在是我的破口了。哎呦，会玩哦，他可能会杀我这只吧，我在猜的。等一下不对啊，你现在已经没有可以放那个啦。他，你的皮卡杰克咧？等一下你的皮卡杰克咧？等一下，欸，你的皮卡杰克没出来，那基本上你还是会输啊。不杀？为什么不杀？为什么不杀？啊，他有吹风机。我拿错了，我要拿错，怎么拿这个啊？乱掉了，各位，乱掉了。拿两张，再拿两张，没事，我有单价。喷到骨之马，欸，好，来一二三，好不好？这样子。好，那现在这些可以全丢吗？我想一下哦，好像可以耶。啊，那我刚刚干嘛拿回来啊？抱歉，芒果已经乱掉了哈。不过你们看得懂这样玩吧？好不好？看得懂吧？来，那就先这样子吧。好了，好，又回来了，好，各位，我们又回来了，又回到游戏，好，回到游戏了，好，就这样子，好，回到游戏，首先怎么样？单价一定要，我们回到游戏了，好吧，没事。他为什么？等一下他为什么不打我？再加这个能量，好，能量一定要，再加这个可能会骷髅女，拿这个来，这个 ，OK， 没问题，就这样拿。好，换你，好，我们回到游戏了哈，应该不会再有变卦了，应该没问题了啦，应该没问题了。
来吧，刚刚芒果一个乱掉，不怕不怕不怕，来 come on baby。 因为他现在皮卡杰克没有出来啊，他唯一的那个有办法赢的手段就爆炸了，你知道吗？他，我觉得他先杀掉这只，然后再搞双杀，也许我会来不及做。但是来不及做，我觉得还有个尴尬的点，就是说，有个比较好的点，就是说，怎么样？你要骨质马吗？哦，G叉。其实你杀我，我没有差，你知道吗？因为我本来就是给你杀的啊。好，随便贴。那等一下我就开始使用那个我们的那个火星吼，丢他手牌，好不好？我们丢手牌。爹爹，用爹爹哦，用爹爹哦。好，没有牌不能用，对不对？没有牌不能用，那就洗回去吧，不然怎么办？好，放三张，来。这一样单价一定要齁，单价我场地是因为我没有场地，你知道吗？很尴尬，就是没有场地我就很尴尬这一点。啊，单价两张好了，好不好？真的要放康德枪我觉得康德枪好像很好用因为对我刚刚可以一开始让他杀一只之后，康德枪开始封号抓罚战，有没有抓罚战？抓罚战，但这副牌没有用啦，因为对方有杰拉奥拉，一样免费撤退啊。好啦，随便了，来吧。反正他只能杀我啊，而且他杀我谁都没差齁，他杀我谁都没差。投降啦，孩子。好啦，最终布局完成了。你知道他为什么换爹爹吗？来，各位，我给你们30秒钟想。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快点，给你们30秒钟想。丢，丢能量转移是不是？好，再来变身。好贴，好上去，怎么样？再抓一只回来。干嘛啦？所以你要投降了吗？他说，应该就这样子了吧。所以你要投降了吗？没事做了，我不知道我干嘛。完全不知道我要干嘛随便啦。我觉得火星比较重要，火星可以丢牌，反而这个就还好了。我讲到了没？为什么爹爹？因为有这个嘛，对不对？骷髅你会丢能量嘛？他丢爹爹的话丢不完了，他两颗就有攻击啦。那如果丢到他的话，代表说他两颗没办法攻击，你们懂了吗？好，这给你杀，太好了，这应该没什么差了，对我没什么差了，因为你杀他。对我完全没有意义啊！他如果把我场地压掉，我等下就再拿回场地，我就等他把我场地压掉，你知道吗？OK， 好，捡回来。所以基本上，你看这只应该是星星的位置，你知道吗？是星星的位置，但是因为他可能有皮卡杰克，就这只就多余了，有没有发现？就多余了，看一下啊。骷髅女是吗？好啊，丢啊，没关系啊。猜谁哦？猜你吧，反正你在前面嘛，对不对？好，再抽。好，那就干嘛 ？GG 了，我知道 GG 了。能量拿回来一张吧，好不好？拿回来一张吧，不然怕等一下那个挂掉就好了。单价也要拿回来，剩下一个骷髅女。好啦，就这样子吧。You have a good deck.
Good 嘛，杀谁？你杀谁没什么差啦。你古兹马最多几张？看一下，一二三，应该没了吧？没有古兹马了吧？没了吧？好，抽两张。好，再丢这个灯，那个就没差了，来吧，捡回来。好，捡回来。其实捡回来好像没什么差啦，因为我等一下想用这个而已。好了，直接来做这个抽三张。哎，我觉得等一下被他抓罚站不是很尴尬吗？我是不是应该放个双子啊？要放双子对不对？他没有出。没有那个抓到我的破口，我觉得我应该放双子，各位，我们放双子好不好？芒果研我玩完之后觉得还是放双子比较好。那现在呢，没事做啦，哎，完全不知道我要干嘛，哎，完全不知道我要干嘛，曹雪球，我等他投降，哎，他不投降，哎，那好无聊，不知道怎么不知道干嘛。好，就这样子吧。还有古兹马吗？他剩16张，我们还有16回合要撑哦。开始换爹爹了。来，我跟你讲，他换爹爹可能还有个问题点哦，就是说他的任务可能有超能力系的，所以他现在想要靠超能力系的，你知道吗？好了，没什么差了，我觉得没什么差了。来，上去吧，贴贴吧。这个，想一下哦。好，进化，再贴。你为什么不投降啊？我人物开了吗？应该还没吧。人物还没开是不是？那我就我们来开一下好了。会傻，丢你吧。然后斑马，好，那就这个先不用用。哎呀，我少一只，我现在少一只，又有破口又来了，是不是？我破口又来了，两张单价，再加能量，好，换你。Come on, baby. 好，你们可以去撇个尿齁，撇个尿再回来看我。好，杀不死我，赚。杀不死我呢，这种时候呢，就直接把它，我想一下，抽两张，来各位你看，我是两张嘛，对不对？抽两张，直接随机丢一张手牌。呼下，丢马下朵，赚哦。哎，马下朵没什么屁用哎。好，那现在的话就再救一只回来。再救一只什么？看救这只啊，对不对？救这只回来。好了，我又没有破口了，没有。基本上刚刚说的破口是他有皮卡杰克的情况下，你知道吗？然后必须要干掉我的这一只豪猎的情况下，我的那个破口才是真的破口。你们懂我意思吗？好吧，大概这样子啦。然后现在要干嘛？再捡回来啊，不然我不知道我要干嘛。来，一样哈，来噔噔噔噔噔噔，好了，就这样子吧。因为我单价手上有一张了哈，不用洗单价了。好了，各位，我想现在已经随便玩了啦，反正就那个 combo 你们已经知道了嘛，就这样子吧，看你缺什么拿什么，好不好？缺什么拿什么。啊，这副跟你讲齁，是赛场牌，对，你没有听错，是赛场牌，因为最近好多人玩它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十。换你，来，我们这样用那个单价把它洗回去吧。来抽两张。丢到能量传送是不是？好像没什么差哦。好。
还有14张哎，好慢哦。我觉得他现在等我。他说好了，我看你什么时候会手酸啊，对不对？看你会不会先投降啊，对不对？拿错拿错，单价能量好了 ，Will Play 打得好，换你。你要干嘛？啊 ，Will Play 你投降啊！你投降啊！一直打，坏啦！1、2、3、4、5、6、7、8、9、10，大家10颗能量是不是？所以他已经没有能量了，对不对？12，对啊，没能量啦，所以他这回还打不死我嘞。那等一下哈，我可能用火星丢他手牌吧，或是用这个丢他能量，好不好？130是不是？好啦，用这打才对啦。那我要喷你能量喽，我真的要喷你能量喽。想一下哦，我看一下哦，1、2单价贴能量，好像可以哦。单价只有一张是不是？单价一张两张，哇，这样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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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要先洗回去是不是？可是我能量没得贴，好了没关系啦，我想我能量只拿回来一次的，一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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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洗回去，来就这样子是不是？好，来洗回去，好，我们先拿。先喷喷看好不好？我们先喷喷看。一起说真的，这回合给他杀一只，我也觉得没什么差啦。丢你一颗能量，然后呢，轻轻抽五张，应该有了吧？好啦，该有的都有啦，全家到齐啦。那下一张能量哦，再丢。一样单价能量，那个好换你。各位就这样子咯，他现在势必要撤退，用这个打啦，要用叠叠打啦，不然他真的没有能量了啊。直接撤退吧，用叠叠打吧，叠叠打不死我嘞。很无聊，对不对？没办法，还有12回合，你慢慢等吧，你们。Hello， 然后嘞，我在猜你能量哦，110，然后要干嘛？110你要干嘛？我看不懂，我看一下哦，110，我看不懂，110看不，那我就直接那个啦。啊！我拿错，我要洗回去啦！哦哟，一直拿错，这很烦欸。好啦，算了，没关系啦。洗回去齁，我等一下想要抽那个，这个我想一下哦。好，这留着吧。留着的话，那我就直接来，一样单价齁。单价，骷髅女能量。好，他要摸我十滴。等一下，我把这能量拆掉，他看他怎么撤退。他没有古兹玛，没有撤退，可他有 switch 啊、哦？没有 switch， 他不会有 switch， 不会有 switch， 他有能量转移吧？能量转移，有能量转移，还有好几张嘞，还有一张嘞，能量转移还有一张哈，特能转移还有一张。单价啊，先抽两张，先丢一张再说了。好了，然后怎么样？洗回去。1、2、3，好。骷髅女用过了，不好想用哦，可恶！好，丢吧，没办法了，这整丢了。丢丢丢丢丢，好。捡两张回来，给你，给你。好，变身，给你。应该不用解说了吧？我就懒得解说了。上去，上去，好，再捡单价。我觉得需要骷髅女吧。好，换你。
欸，这部片好久哦，又要撤退。哎呀，你还有能量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你居然还有能量！哦天哪，我都不知道你居然还有能量哎！妈呀，太扯了！二，我想一下，二。好猛哦，我不知道你还有能量，完全不知道。一二，那这下一个的话，星星吗？好了，随便啦，我觉得没怎么差了。好，丢吧。反正我们一直巡回在这个 combo 里面。哎、欸，看我星星嘞，我星星我不见了。哎、欸，我星星嘞。好了，没什么差了，各位没什么差了。好，骷髅女哦、喔，丢能量是不是？骷髅女丢能量可以啊，可以丢，可以丢，为什么不能丢？可以丢啊。好，猜你一个能量。好，星星出来吧。好，放上去。好，变身给你。好，上去，然后再来拿两颗回来。好了，我们 combo 已经做成这样子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解说了。再拿三张回来，来一样单价哈，来单价能量加骷髅女是不是？好了，骷髅女把能量拆光光了。当她不能攻击我的时候，她就完蛋了哈，她能量准备被我拆光光了。不过她应该用叠叠打吧，我在猜的。能量转移，好哦。所以能量转移还有几张啊？一二没了，然后这个能量转移还有一张，最多还有一张哦，剩一张，他剩一张。打得好，一样洗回去。一二三，好洗回去。好，先丢，先丢，没关系，先丢。好。二、三、四，再抽一张。骷髅女没用，哎、欸，我觉得好像有用哎，捡两颗回来，一二，然后怎么样？丢，这下你没有能量了吧？还来啊？贴，好上去吧。好，再返回三张，一样哦。来，我看一下啊、哦，噔噔，噔噔噔噔，好，十三张够了啦，没有能量了吧？还有能量转移吗？你这样能量转移来啊，应该是没有了啦。真的很烦呢、欸，而且这种事你还有四张奖励，还有啊，头好痛。他剩八张牌，嗯，单价是不是一样啊？洗回去啊！来，哎，一二三，好，洗回去，好，抽，等等，等等。等一下，我想一下怎么做比较好。能量两张是不是？好，捡回来。来，捡回来了，各位，丢。再拆你一颗能量，我就不相信你还有能量转移，应该是没了啦。还有也太扯了吧。好。上去，然后怎么样？再捡三张回来，来一样来，单价，骷髅女能量，还有没有梗啊？你到底还有没有梗啊？
没能量了，耶！万岁，万岁，万岁！我终于撑到现在了。好啦，你剩七张牌了，基本上赢不了了。人攻击用他拔八十不是，然后八十一样照拆哈，能量照拆，完蛋了，他完蛋了，他真的完蛋了。好，单价怎么样？我看一下哦、喔，捡回来。好，先抽。再捡。丢。我让你连撤退都不能撤退。是不是？好，一样单价。来单价。骷髅女能量。好。换你啦。嗯，好啦，投降啦，孩子，你没骨之马了，没能量了，你要怎么撤退？然后没有能量转，没有能量转移了，他已经没有能量转移了哈，四张加两张都要没啦啊！所以终于，我们终于撑到现在了，各位，有没有看到 ？Nice，Nice，Nice，Very nice。好，那我们他挡都打了一千多伤害哦，我们现在我们一滴伤害都没有打，却赢了。好啦，那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改的话，我觉得加一张康特表，康特枪好像不错哦，可以试试看。好，那其他东西如果你们想怎么调整，自己调整好不好？那我刚刚已经解释非常非常多了，你们自己去修改，自己去揣摩一下。好，那我们今天脱壳斑马，好，脱壳忍者加斑马这个智慧性的牌组就介绍到这里啦。我是常年住在非洲的芒果，我们下次见，拜拜。喜欢芒果的影片请按赞，想知道更多 PPCG 欢迎订阅频道，小铃铛开起来追踪直播，芒果最新动态都在我的粉丝页及 IG， 我们下次见。